阿弥陀佛，啊，尊敬的陈校长，啊，诸位大的同修吉祥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啊，我们啊这几节课啊，跟大家一起学习，啊，师长，啊，跟随雪公。 学习经教十年因缘的开示啊，师长有另外一个开示啊，啊是善学佛法与传统文化、啊、这个善学啊，也可以用在、啊、我们学习任何一篇。 师长的开始，啊，以至于啊，佛陀的教诲、孔子的教诲、啊祖师的教诲啊，我们都应该善学啊。所谓善听、善思维。 还要善观察，哦，不能啊，甚至是在表演什么，我们都看不懂，啊，甚至一看错了，那就没有善观察了，啊，进一步，啊，我们还要善于去落实在生活、工作、处事、待人接物。 善言、善行，啊，所以这些教诲啊都没有分开啊、哦，它是融在一起的。啊，那怎么善学呢？善用心呢，就是善学的。啊，用什么心呢？ 用真心啊！比方我们昨天啊谈到了啊，师长老人家啊遇到三个好老师啊。一个人一生呢，要遇到这样的好老师啊，遇一个就很难了。 他老人家遇到三个台湾当时的都是顶尖的啊善知识啊，当然我们不能只是羡慕啊，内行人要看门道啊，要看出各中的因果在哪里啊，所以老人家。 尊师重道是因呢、啊，啊，他必敢遇到贵人善知识的果嘛。如是因，如是果，啊，如是信解，深信因果，不怀疑，啊，所以深信因果的人不会乱羡慕别人，更不会嫉妒。 啊，会效法。生性因果的人，不怨天，不由人。他不会因为过去而懊恼，而埋怨他人。哎，都是自己造下的因果啊！哪怕不是今生，也是前世啊。 啊，现在用科学都已经证明了，啊，轮回转世的真相了。所以身心因果啊，也是妙法。我们的心呢，都在正念当中了，啊，不会怨天，不会尤人，而且会很积极啊。 啊，预知将来结果啊，只问现在功夫啊。那他当然积极了啊，而且他会有敬畏心啊，因为一个念头啊，就是一颗种子啊，一句话出去了，就是一个种子。出乎尔者，反乎尔者啊，这是真子的教诲啊。 现在呢，把原意有点用偏了啊，用成出尔反尔啊，<laughs> 本来的意思是出乎尔者反乎尔者啊，就像大学也在教我们因果啊，啊，获备而入者易备而出啊，啊，你用不正当的手段拿到了财物。 是留不住的啊！言悖而出者，意悖而入啊！啊，我们批评了、啊、谩骂别人出去了，这个迟早会回到自己的身上啊！所以好像是小儿语啊！啊，打人就是打自己啊！啊，骂人就是骂自己啊！ 什么时候在教因果啊？哎，我们老祖先从哎一开始，小朋友就在教他因果了。哎，懂因果、啊，他就会去找原因了。他是理智的。哦，所以佛法与生呢？ 身啊，其深无底呀，其广无边呢。啊，每一句法语，哎，深信因果，横遍十方，数穷三际，啊，放诸四海皆准的道理，它就在哪？就在我们每一个当下。 我们这个念头对了，就招福报来了啊！君子一念已在万名啊！啊，这《了凡四训》呢，好多故事很精彩啊！啊，我们真把它放在心上了、啊，真是命由我做，福自己求啊！啊，魏忠达的故事。 太精彩了！哦，还有两文钱的故事啊！啊，二文为满呢，千金为伴呢。你看佛法这么圆融，没钱也可以修圆满的福报啊，两文就够了。最重要的是心呢，菩萨的心啊，心包太虚。 亮舟杀戒，所以菩萨布施一文钱呢、啊，我们布施一亿啊，功德没办法跟他比呀、啊。啊，我们的一亿是有量的，哎呀，要给我福报啊，要给我子孙福报啊，他局限在那里了。啊，菩萨的一文钱便是变法界、虚空界。 所以斗术啊，可以积累无涯之福啊！一文可以消千劫之罪啊！了凡先生这些开解很精辟，很精辟啊！啊，他老人家父亲、爷爷全部是玉知识字啊。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所以他那个家道的传承非常的厚实啊，哦、所以这个真的是一部宝书啊！啊、哦，那一天跟一位啊同学啊，他以前啊是在大学里面的。 负责辅导学生的，我、哦、那辅导的学生都几百个人呢。那刚好跟他谈话，我就跟他请教：现在的大学生都在想什么？啊 <laughs>、哦，因为毕竟我们比较少接触到了嘛。啊，他们的苦恼在哪里？啊，他们最感兴趣的话题是什么？ 因为啊，我们学教啊，啊，所谓在明明德，在清明，在止于至善的啊,啊，学的首先自受用啊，我们去落实啊，就得力了啊，哎，一落实生性因果啊，没有过去烦恼了，欲知前世因。 今生受者是啊，哎呀，不止没烦恼了，哎，都爆掉了，都爆掉了，心平气和了，啊，没有未来烦恼了，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，没有未来烦恼。啊、了凡先生还教我们，齐天立命啊。 要从无私无利处去下功夫啊，去感应啊，这个才能照先天之境啊，这个才是实学呀！哦，不能常常在那里啊，菩萨、啊、神明啊，给我点福报 <laughs> 啊！要从无私无利处啊，这个感应啊。 更是不可思议啊！也没有现在烦恼了啊！因为深信因果，心平气和，每个当下都是用真心了、啊，用理智了啊,啊！每个念头都对，事情都往好的发展，也不会举棋不定啊！ 把心用对就对了，好，所以有自受用啊，哎，他受用，哎，我们能把生性因果供养给一切众生，就是清明了，啊，所以《大学》之道在哪里啊？在我们每一个用心，每一个念头。 我现在学习非常认真，因为我学到东西呀、啊，才能利益亲朋好友啊。就是在清明，在学习的时候，又是明明德，又是清明。假如这么样学、啊，很充实啊，每天都有法喜啊。那每天都在。 快乐当中了，啊，我们是跟着师长学习的啊。师长说、啊：“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！”啊，这一句法语呢，指导我们我们学的方向对不对？啊，假如越学越苦啊，那赶紧要调整了啊，要越学越自在。 啊，越学越快乐才对啊！所以我们学东西学了啊，理事要圆融啊！哎，我们明白这些道理了，哎，我们遇到六岁的孩子，要讲六岁孩子听得懂的话，还有他的生活背景啊！啊，面对十五岁的。 那也要用他的机呀、啊，啊，所以教学要气理，也要气机呀、啊，啊，气机不气理啊，魔说法了、啊，啊，现在很多畅销书啊，好多人看了、啊，但知见是偏的了，邪的了，魔说法，那、啊、气理不气机呀、啊，闲言语啊，人家不受用，不愿意听了。 啊、哦，所以当我们当老师的讲课啊，底下呢都梦见周公了，啊，讲的道理再好啊，也要稍微修正一下，呵呵哦，哎，穿插一点故事啊，啊，一听到故事，哎，好像精神就回来一点了，啊，但是讲故事啊，也不能纯讲故事啊。 事中有理呀、啊，事怎么可能离开理呢？啊，往往啊，透过事讲出来的理啊，每个人印象深刻，因为事情很具体呀、啊。啊、哦，比方说我们知道哦，老人家遇到三个好老师，很很具体的事谈出来了。啊、哦、哎，为什么他能遇到呢？ 从事当中啊，把理带出来了，因为是事，他很容易感受，他就开始思维了。啊，其实老人家举的好多例子、啊，都把那个理彰显的淋漓尽致。啊，举个例子，啊，老人家一讲财布施得财富啊。 大部分就会举了陶朱公、范蠡呀、啊，啊，因为他三聚财啊，三善财，哎，那善财是全捐出去的，<laughs> 哦，那不简单啊，所以他是财神呢、啊，给我们信心呢、啊。 哎，老人家不止举别人的例子啊，他自己呢也是做的淋漓尽致啊！啊，所有的供养都布施出去，应经啊，光是应经的数量呢非常惊人了啊！啊《四库全书》就一百一十二套了，《四库会要》三百三十多套，大将经啊《大藏经》呢？ 超过一万套啊！啊，我们听起来很亲切啊。为什么？我们当初学佛啊，都是拿着免费结缘的法宝啊，受用的啊，真的是越施越多啊。可是呢，当我们讲这个例子的时候啊，我们要反观内造。 哎，我们自己布施心得如何啊？哎，假如我们有心得了，哎，跟小朋友就娓娓道来了。啊、哎，小朋友最喜欢听的就是老师的故事了。所以，我们都觉得佛法啊，好像有时候很深。其实，佛法就是生活。 楞言经说：“随众生心，应所知量。”啊，我们可不要因为它是文言文，一下子呢，这个心理障碍就上来啊，一听到文言文就懵了，那个是心理作用。啊，这个呢，我很有经验的、哦。我 <laughs>、哦、对文言文很恐惧啊。啊、哦，每一次考中文就很害怕。啊，尤其初中的时候啊。 真是题海战术，没事，考卷发下来，啊，我记得考了一题，老气，一横春，横夏，横秋，横冬，我在那里唱一首歌，点点点到最后看哪一个就行哦，大家就可以知道我在初中的语文程度到什么，啊、哦，阶段哈、哦，所以。 啊、哦，老师一念啊、哦，来来两句文言文，我就有点发胀了。其实啊，障碍不在外面了，障碍在心里面了。啊，这个自己也特别有感受啊。高中联考完啊、哎，大学联考完了，高中毕业了，考上大学了，不用读国文了。 解放了啊，就就给他 say goodbye 了啊，从此也没有再读过文言文了、啊。你看五千年的宝藏啊，就因为自己心里的这个隔阂啊，就错失掉了。后来就是听老和尚讲经啊，我们老祖先是最疼爱后代子孙。 他不只有慈爱啊，他有智慧，发明汉字，六书造字了。啊，智慧的符号啊，除此一家别无分号了，其他的都是表音文字了，现在仅存的表意文字就是汉字了。 啊，要发明文言文，啊，汤恩比教授，啊，他他自己都谈到了，啊，现在的啊这些国家领导人，啊，假如刚好啊，时空穿越了，啊，见到孔子了、啊。 他们都可以直接沟通，没有障碍的。哎呀，写文言文就看得懂了。哦，这汤恩比教授在举例的，很有味道啊！听到师长讲这段话，又感动又惭愧了。啊，老祖宗留这么好的至宝给我，我居然把它扔到垃圾桶里面去了。 惭愧了，赶紧把它拾回来了。哎，再来读，再来看呢、啊，好像没有那么难了、啊。哦，在那一刻就体会到了，真是一切法从心想生的，难是心想的，简单也是心想的。啊，境缘无好丑啊。 我为大师这段话精彩啊，啊，好丑起于心呢。啊，更何况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整个宇宙是我们一念变现的啊，跟别人没关系哦。心念一转，整个宇宙就开始转。 医报随着政报转啊，所以我们遇到这么好的祖宗的文明啊，我们也有责任呢、啊，介绍给他人啊，以祖宗之心为心，天下无不和之族人呢、啊。 没有不和睦爱护的族人，整个中华民族，我们是一家人啊，哪怕到了海外看到华人，我想，啊，比方说你在南比得看到一个华人，你会很激动啊！哦，他乡遇到啊自己同族的人呢，哎，也。 很希望能够把祖宗的文化介绍给他。哎，我讲到这里就想到我在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参加活动，有一次吃饭，啊，哎，出家有一个好处，啊，谁跟你坐在一起呢？你谈佛法，他都很自然，因为你你你就是出家的形象嘛， 啊，结果做了好啊好几种肤色的人呢、啊，跟我同一桌啊，啊，黑人占多数啊。哎，那一天我在、哦、找了一位同修啊，帮我翻译啊，啊，结果讲到啊，啊，每个人都有佛性，每个人都能成佛。哦，我看他们那个表情啊，啊，很惊讶，然后还重问我一次。<laughs> 你说是每个人都能成佛？<laughs> 你看有这个机会要介绍啊，他他没接触过啊，哇，他一听很很震撼呐、啊，哎，我也能成佛，哦 <laughs> 啊，所以诸位啊，同修啊。 你们假如会外国语言的啊，啊啊那一方国度啊，啊或者会这个语言的众生啊，都是大家要互念的对象啊。上天给我们赋予这么好的语言天分啊，啊，假如不去用啊，埋到黄土里啊，罪过罪过啊！ 啊，这个不是我讲的啊、哦！假如说是我讲的，你们会不高兴的啊、哦！出言要顺人性，这是老法师讲的啊。哎、哦，师长讲《太上感应篇》，庸色方术啊，你所懂得这些技能啊，哪怕是个什么草药啊，啊，用了，真的有人可以受益，你都不能藏失。 不能占为己有，都要把它供养出来，不然是有罪过的。所以，我们自己是真正得到老祖宗文化的益处了。啊，有缘分一定要供养给他人。啊，在供养的时候，我们还要考虑到应激说法。 所以六岁、十五岁、二十五岁、三十五岁、四十五岁、五十五岁讲的会不会一样？每个年龄层他考虑的事情都不一样。好，哎，但是你要多去了解，因为现在人接收的资讯太多了，他的思想变化也很快。 哎，有这个机会、啊，跟他请问了、啊。你、这、看、个、大学都有寒暑假，哎、那时候都是半课的好时机呀、啊。啊，假如请不到太多老师，没关系、啊，有些课可以放光碟。<laughs> 哦，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啊，对陈德来讲。 当初我去念大学，啊，学长告诉我、In、，University 啊，啊，有你玩四年了、啊。」四年呢、欸，哇！我讲的那四年，就到台中联社去学习啊，那差远了、啊，我我我可以少污染多少啊？那污染很麻烦的、啊，就像墨汁滴进去了，你要再把它请出来，要花。 几十倍、几百倍的时间啊，但是那污一那污染就是一下子的功夫啊，所以人生走过来，对这一句“总在遇缘不同”啊，这句话太重要了，啊，为什么？ 佛法叫“万法缘生”，哎，特别凸显缘。万法因缘生呢？哎，为什么这个缘特别突出来？因为你好的缘呢、啊，就会把我们阿赖耶识里面的善种子调出来啊。所以缘分太重要了。 啊，为什么孟母要三迁呢、啊？啊，人界定功夫还没有完成，还没有成就以前，没有不受环境影响的。啊、那选择怎样的环境，就特别重要了、啊。我们闽南话说的“曾金悲惨、啊”呢？ 啊，满金买好处边啊，千金买田，万金买好邻居啊！啊，假如我们今天啊，可以在六合园旁边啊，买一间房子啊，跟老老人家做邻居，哇，你、那、看、個、老人家每天我们都不用讲话，光看啊啊，就觉得。 哎，气自己的气质不一样了啊，<laughs> 就是这个熏习啊，所以，我们既然知道缘分重要，我们自己会喜缘，我们会为他人造缘呢、啊。哇，真有为别人造缘的心呢、啊，真有利众的心呢、啊。 你每天二十四小时都不够用了，翻一倍我看也不够了，<laughs> 真的觉得太多事要做了。啊，首先提升自己呀、啊，就要花不少时间深入精进了；帮助别人，你要去铺垫很多因缘，你要循序渐进了，不能操之过急呀。 你还要掌握很多机会点，哎、你要去找他，刚好、哎、中秋节了去找人家很自然、哦哎、这些捷径都是很好的机会点，啊、哦，包含了解到他现在的状况，去关心一下，都是一个机会点，啊，现在人很敏感呐、啊。 要找他谈话，都要让他不要产生哎、欸，你今天来干什么？哦、喔，这个我很有经验啊！哦，因为有时候我们处在一些位置啊，做领导工作啊，啊，一跟人家说哎、欸，找你谈谈，怕人家太紧张了啊，都要制造那个哎呀，刚刚好的情况 故意走过他的办公室啊，你刚好在啊，最近怎么样啊？自己就聊了。不过这个利众啊，感应不可思议啊，啊，佛菩萨加持可厉害了。啊，有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呢？你还在那里想，哎呀，我要怎么样呢？做呢，对方才会接受的很自然。你猜猜刚才你想啊，突然有人敲门 打开来就是你想的那个人，啊、哦，把你自己吓一跳啊！哦，哎，他刚好来办事了，啊，就很自然就聊了。所以这个佛菩萨祖先承担的，啊，我们把心用对就好了。啊，越学越简单了、啊，别搞复杂了。 事情一点都不复杂，就是个念头。我们能能把念头护好了，没啥问题了。天下本无事啊，庸人老自扰之啊。所以刚刚讲到，善学最重要的善用心，用真心去学。 啊、哦，收获很大、啊。那我们昨天提到了老人家啊，用毛笔啊，亲自啊，介绍自己呀、啊，写自己的学习儒家、道家的心得啊、哦，后来有印出来《哲理离册》，好像有发给大家做参考了。好、哦、啊，做学习的。 老人家的东西不能用参考啊！我刚刚用错词了啊啊，学习 <laughs> 啊，这个遣词用句也、啊、也很重要的哈、啊。<laughs> 那啊，有同学听了哦，那师长人家就是恭敬了。张家的呃，方教,教教授一看这个信。 就单独把他约到家里来，啊，同学也听了这个事例了，啊，老法师，有有恭敬沉静心了，哎呀，我没有啊，那这样算不算善听呢、啊？这样就不善听了，啊，有没有？ 大家有没有经验？听经越听越没信心，那铁定听错了。啊、哎欸，这个我们要自己检查啊。啊，善知识对我们最大的帮助是什么、啊？这在我们十年姻缘里面呢，有讲到啊。啊，我们看。 手重师承的第三段中间，老师啊，教你什么？ 老师就是以种种方便成就你的根本自然，把你心里的妄想、分别、执着、忧虑、牵挂洗刷的干干净净。假如我们善学的人呢、啊，老人家这一段话听下来，会检查自己的。 哎，我跟着师长学习，我的忧虑牵挂有没有减少？我的妄想分别执着有没有减少？哎，假如没有减少，原因在哪里？哎，我们思维事情啊，得要把它思维到根本处啊，把问题找出来啊，就跟中医治病一样啊，哎，治病一样啊。 你得找到病根呢、啊，哎，每一个我们呈现的现象，我们要把病根找到。啊、可能是我们虽然听了，没有照做啊。张家大师教导的，看得破一定放不放得下，放不下就是还没有看破。 就是我们听了这一段教诲，还没有真正领悟到这段教诲的重要这段教诲的意义我们没有透，就可能没做，或者没有做彻底。事实上啊。 我们冷静观察，师长每一句话都在帮我们放下忧虑、牵挂、妄想、分别之中。啊，举个例子，佛菩萨安排自己不操心，大家想一想，这句话真的照做了，忧虑牵挂会减少多少？ 比方说，老和尚说：“念念为他人着想”，这个是法语啊。这一句话真的受持了，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快速减少。分别执着这是从我执来的。哎，念念为他人想，破我执啊，不断。 慢慢自己就淡了，断了，因为我们的念头在别人了嘛。这个一直以自我为中心，就慢慢就淡掉了。哎，洗刷的干干净净之后啊，你的亲近心现前，你的界定会现前。 根本治得到了，这是老师帮助你最大的成就。哎，老师对我们最大的帮助在这里呢。可是我们有时候想想，啊，师长给我最大帮助，啊，我本来都不懂宇宙人生这些道理，哎，我现在都听到了，那个还不是最大的帮助。真实的受用啊，在。 放下，一放下忧虑、牵挂、分别、执着，马上身心就不一样了。所以佛法管用啊，做一句就有一句的受用了。那我们现在清楚了，善知识给我最大的成就是帮我放下这些。 烦恼。但是，假如我在听经的时候呢，我还产生负面的情绪，这就不善听了，不善领会了。所以，学习能不能受用啊？首先在态度。好，我们昨天提了一个词啊，叫法器。 其实就是学习的态度，对了就是法器了。什么态度？老法师讲给我听的，我是当机者。那这样的心态，句句话你都入你的心了。讲给我听的，我要珍惜呀。哦，我不能糟蹋了。 假如我们听的时候，哎，常常摇晃晃头，看看别人，哎，再讲他，再讲他，这样听经啊，我越听越分别啊，越听越执着啊。老人家有发现这个现象啊，也有在讲经的时候提醒弟子啊，啊，有些弟子跟了我很久了，啊，听我讲经说的，啊，这个是给初学讲的。 啊，这个是给谁谁谁讲的？师长说啊，这么听经啊，绝对受益不了了。佛法哪怕是一目一入门讲的东西啊，你都不能把它看作浅呐、啊，不能用我们这种分别执着的惯性啊。佛法入门学什么？三皈依呀。 三归一浅吗？三归一从出发性到如来地都不能离开，他怎么会浅？张家大师做比喻啊，你坐火车啊，从一上车那个票啊就要拿在手上啊，到你到了目的地了，还在你手上啊。 你假如这个票没在手上了，人家就要请你下车了，就不在道中了。所以我们在学佛的过程呢、啊，最怕呢心用错了，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了。所以修行啊，非帝王将相所能为。 那要很有决心的人，那要很有警觉性的人，那要不自欺的人呢，才修得上去。我们看佛每一句话，每一个表演。 都重要！我们都要会观察，因为他是本师，根本的老师。佛五十说法，对我们从事教学工作重不重要？很重要啊！代表什么？本师讲经啊，他要先打基础啊，慢慢慢慢越讲越越高的境界、啊。 他不可能一开始就讲很高啊，没人听懂啊。到最后法华涅槃时、欸，哎，跟着他几十年的弟子啊，五千人退席耶、欸。你看讲最高的时候，跟那么久的，有的还还没有办法接受了、啊。那佛陀也很随缘呢，退一加一啊。 不要强求啊！可是前面已经讲了多久了？讲了四十年呢，四十多一点了。啊、哦，这个一开始华严时啊，那个是法身大师的啊，接着开始初转法轮了、啊，讲阿含呢、啊，十二年，方等八年。 接下来，纯大乘般若二十二年啊，般若是大乘佛法的核心哦。啊，般若重要到什么程度啊？啊，我们看祖师的法语、啊，五度如盲啊，啊，这六度已经包含一切行为了啊、哦，一切菩萨行、啊。 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，但是五度如盲啊，般若为眼那般若有多重要？只要没有般若了啊，你只有布施，没有波若蜜，就是没有波若了。那都是什么？轮回的事了。 你做的善再多，还是轮回，波罗才能到彼岸呢、啊。啊，所以六祖大师说：“生死大事，福不能救。”前面五度啊，只要没有波罗，都是福福报式的、啊、轮回的善业，还是轮回。 所以大乘法印啊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接下来这一这一句重要，自净其意呀、啊，清净心啊，人要不执着，才有清净心。清净心波了智慧会启用。所以自净其意，是诸佛教啊。 这个才是大乘佛法的法印啊！那我们从这里再来感受啊。佛是圆满智慧的人，今天他给我们讲一个课题啊，讲两个月就能讲完，他会不会讲二十二年？不会啊。可是为什么佛讲波罗要讲二十二年？ 不止它太重要了，这个短时间说讲一两次，哎，我们就懂了，不是那么容易啊。要熏到二十二年呢、啊，才能熏明白。那诸位大的同学啊，啊，佛陀那个时代的学生要熏二十二年，我们要熏多久啊？ 啊，这个叫动态观察的态度是吧？所以我们没时间呢，在喝咖啡聊是非了哈，时间不够用啦、啊。那从这里我们也感觉不执着啊，真不容易啊，我们经历过什么事，心里一落印象就执着了。 啊，我大家有没有经验呢、啊？啊，我们跟人谈话，啊，对方讲到哪个话题呀、啊，马上就激动起来了。啊，有时候也是自己激动起来了。那是什么？心里落了印象了。一谈到这个话题呀、啊，那个落印象的种子、啊、像泉水一样涌出来了。啊，要不骂人了、啊，要不哭的稀里哗啦的。 所以修行的重点在哪？不分别，不执着，不落印象。船过水无痕啊，这个要跟水学习，<laughs> 上善若水。所以一落印象就会执着了。所以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不执着？ 不简单了，连听经的时候啊，也可能边听边分别，边听边执着，啊、哦，所以昨天啊，我们上完课啊，啊，有个同学啊，哭得很厉害了啊，我说你你哭什么、啊？他说你看人家师傅这么恭敬方方东美教授，那么恭敬。 人家恭敬心啊，这么高啊！我没有恭敬心啊！我说你不是没有，你是本有。我们每一次起个念头，我没有落一个印象，我没有落一个印象啊、哦！所以你那个 database 里面最容易出来就是我没有。 所以不要再存这些 negative 的东西啊！不要再存这些，你一个你没有，我没有，这个都是什么疑心？所以，我们烦恼都从哪里来？见识烦恼，心里面只要有贪嗔痴慢疑的情绪在里面。 心态在里面，那个法，哎呀，真的是听经啊！法倒进这个杯子了，哇，贪嗔痴慢也是毒，提虎都变毒药，所以这个善听、善学、善体会啊，很重要。我们看老法师学法。 老师讲啥，他就干啥。您为成功找方法，不为失败找借口。啊，老师教他布施，他就老老实实做了一辈子。所以，我们学习的态度啊，老实、听话、真干。 我们昨天谈三个条件呢，哎，这个属于老实了。所以障碍都不在外面了，在哪？念头。这个念头里面动不动就起怀疑、起否定自己，这个杀伤力最大。老人家讲，念头会招感。 灾祸了，贪心赶水灾，逞恚心赶火灾，愚痴赶风灾，傲慢赶地震，怀疑呀、啊，山崩地陷。其实拉回来，我们个人、啊、一怀疑自己呀、啊，或者怀疑善之事啊，哇，你那一段时间就好像。 提不起劲来，陷到一个无底洞里面，不知道哪一天可以爬出来。说实在的，你起个哪一天可以爬出来，就是妄念。啥爬不爬出来，就是个念头而已。转过来，浪子回头都可以金不换了，哪不能转啊？ 啊，所以，我们看老人家讲一些例子啊，啊，讲这些例子的目的是什么？也是打掉我们呢、啊、不敢直下承担的态度啊。因为有时候我们听师傅在讲呢、啊，啊，边听啊，念头就是那是师傅啊。 那师傅才做得到啊，那我们是凡夫啊。好，我们假如是这种心态听啊，一来、啊、听不相应，二来啊，用这种心境呢，看不出善知识在这个时代的表演，因为你就把它神格化了。 善知识，哪怕是再来人，他是什么？他有起一个念头，嗯，我来表演表演了、啊，没有啦。他有起这个念头，就有我相、人相啊，他是应机呀、啊，应机应这个时代的众生的机啊。他会不会表演完说：“对不起，你做不到。”那还叫应机呀、啊？ 所以，我们看应祖，他应激啊，他大师之菩萨再来啊，他也毁谤佛法、啊，因为那个时代，慢慢啊，有一些读书人误会佛法是迷信了，哎，印光祖师也因为谤法、啊，他眼睛都快瞎了，啊，后来忏悔、啊。 后来修行了，那眼睛好了，都有他应那个时代的这一些行为啊、心境啊。你看，师师长老人家也是啊，他那个时代，他从小就觉得佛法是迷信啊。 所以，我们一些不管是听也好，观察也好，我们的心态不对了，可能学不到东西，甚至会学偏了。好，所以说到这里啊，就特别感谢师长老人家啊。当说承德初学佛，啊，听一段印象深刻的话。 老人家说了，啊，佛陀讲的经啊，都是应我们说不借的，啊，佛陀不会跟你讲了经以后说，对不起，你做不到，那不是跟我们开玩笑吗？佛不会跟我们乱开玩笑的，哎，大家不要小看这一这一段师长的教诲、啊，哎，你完全接受了。 你读每一句佛经啊，都是讲给我听的，都是我做得到的，我就会想着我怎么去做到哈、啊。哦，还有师长说的，要把《无量寿经》变成人生的剧本，啊、哦，我听了特别高兴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写不出这种剧本，啊、哦，文学造诣这么差，写不出来啊，现成的啊。 所以先入为主啊，啊，我们所依治的善知识，他们给我们的教诲，就建立了我们修学的正知正见，我们就不会偏掉了。好，啊，所以我们昨天讲到啊。 守重师承呢？啊，李老啊，跟老法师谈到啊，要跟他学守这三个条件。啊，学教啊，啊，守这三个条件。好，那我们的同学里面呢，哎，他们的因缘也有学密的。 哦，那承德也告诉他们了。啊，你只要是发愿的，都是佛菩萨安排，因为学密呀、啊，要有显教的基础啊，才学得上去的、啊。那你要学教，跟谁学啊？跟老法师学啊，老法师讲经六十多年了，哦，不是把。 学教学的很用功的，甚至是送到同学们的面前来了吗？没有障碍的啊、哦！我也跟我们的同学们讲了。汉学院的校长是谁啊？啊、哦，这个我也不是自己想的啊，这个我有出处的。 师长讲啊，丛林里面办学啊、哦，有个方丈和尚啊，他是校长啊。找来的每一位法师老师是什么？是执行他的教学任务啊。是校长只有一个方丈和尚啊。 啊，所以孔德成先生，啊，在雪宫原籍啊，他写了五个大字啊，“雪如大和尚啊”，这是懂行的、啊。和尚不是指出家人啊，是指亲教师啊。那雪公是孔德成先生的老师啊。 所以他成大和尚啊，啊，都是在执行校长的教学理念跟目标啊。假如请来的老师教学理念、目标都跟校长不一样，那不是麻烦了、啊？那那学生在这这这里念书，那我跟哪个老师走啊？ 所以啊，这都是要懂的道理啊！哎，老法师被圣医法师邀请到他禅宗道场讲开示，那老人家从头至尾身战身啊，禅宗好啊，哦，也是真的是肯定人家当时修学的道风啊。可是现在身战身的。 这个人情世理、啊，懂的人不多了。受人家邀请，一开口就是我觉得怎么好，我觉得什么重要。人家的地方道场教了二三十年了，就被你一句话给搞得乌烟瘴气的啊！你走了之后啊，人家开始消消毒了。 哎，这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啊？我们哪怕去人家家里做客啊，人家父母平常都教孩子什么？我们去做客了，要跟人家呼应啊。人家父母很高兴啊。哎呀，你爸爸妈妈教的很对呀、啊，产生合力了啊！你到人家那里做客。 人家教孩子的规矩，哎呀，不用像你爸爸妈妈这样了、啊，哎呀，这样太麻烦了，哎，以后你就接不到人家的电话了。哦，所以这个雪公说啊，不懂人情，不懂事理、啊，是书呆子，是佛呆子，会伤天害理。 其实我们现在纵使出来讲课了，也是个因缘而已。是不是真正懂人情世理啊？那得有老师带才行啊。这个老和尚也讲啊，他说本来不懂的这些人情世理，就是跟着学工，哪怕是去喝个喜酒，一点一滴啊，不懂的都搞明白了。 所以，人才啊，不是去读个 MBA 就一定能出来了，读个硕士、博士就出来了。真正各行业的顶梁柱啊，很可能都得手把手带出来。首先，这个老师的精神才是最关键的，他那种使命感。 责任感，学生体会到了。就像那个许俊大夫，跟着刘义太大夫出去，去给那个屠夫的家庭，啊，屠夫被牛撞了，啊，那个背后都是脓血的脓包了，啊，刘义太先生直接就去吸了。 我们看许晋大夫当时那个表情，当然没有字幕了。我我我感觉那个字幕就是：我一定要成为师傅这样的大夫。我们就要起这个心念呢。哪有一个老师不希望自己的学生超过他的？啊，我们今天。 到师长面前，师傅啊，我怎么学都不会超过你的，听了多难过我啊！为什么？当老师的人，大家去观察，这也是陈德的观察。老人家每一次讲话，不管在讲经堂还是私底下，每一句都是和盘托出的。 啊，尤其我是提醒我们汉学院的同学，前面两届的，因为老人家多次来到兰彼得校园，他亲自跟着老人家，老人家跟他的距离这么近啊，那都是应激讲给在场的人听的。我们自己进过摄影棚啊，一进去。 很多话，老人家都讲给我们听的。好，所以那一集听完，赶快跟工作人员申请啊！这这一集可不可以给我？要珍惜呀、啊，来之不易呀！你看，现在老人家体力没有那么好了，要再飞十几个小时，不大可能。 机不可失啊，时不再来啊！那我们啊，香港佛教教育协会很用心呢，啊，把老人家这个九十岁前后这些重要开始，都是私底下应机说法，啊，编成了一个单元的啊，听师傅说啊。 哎，在我们慈光 A P P 啊，都有啊，哦，那慈光的 A P P 资料很丰富啊，啊，我们整个镜中啊后置给我们源源不断的法乳啊，这都是护法恩啊。 哦，包含啊，我们华藏啊，悟道法师带领多少的音频啊、视频啊、啊书籍啊，法宝啊，那背后多少人的苦心呢、啊？啊，可能老和尚在讲经啊，他们马上就在那打字了。这些法宝都得来不易啊，无数人。 就为了成就我们，我们得好好看呐、啊，好好学呀！哦，啊，极乐寺啊，悟行法师带领，还有很多法宝在供养我们啊。像这这一次，我们一起学习啊，这也是我们极乐寺啊，悟行法师还有干部们的护念啊、慈悲啊，才有这个因缘。 才让承德、啊、没有懈怠啊，哦，因为每个礼拜要跟大家见两次面呢、啊哦，我总不能傻笑而已啊？是吧？哦，我我我我我也得要做做准备才行啊！我不然这个懈怠很容易的、啊。哎，老老人家常说，菩萨修行唯一善根呢、啊，精进呢、啊。 可是精静也不容易啊，得要善有为依啊，依重靠重啊。好、哦、哎，人家都站在旁边了，呀，不好意思打瞌睡，<laughs> 哎呀，不好意思不用功了。啊，这种团体的氛围。好，啊，那我们手这。 三个条件人、啊，人呢要看懂因缘，啊，珍惜因缘，哦，就像刚刚跟大家提到，我一开始就是到高雄净中学会啊，拿法宝，这对我的恩德都很大。 啊，陈德在零二年啊，到澳洲晋中学院学习，啊，参加第一期啊佛学讲座，好多法师老师啊，复讲老人家教诲，复讲的都非常的精辟呀，啊，就在一点一滴熏习当中，收获成长。 啊，所以我们的成长有无数人的恩德在里面所以佛门讲重重无尽啊，我们每一次念回向文，上报是重恩啊，也有念上报是众恩啊，都可以啊，哎，最重要的。 父母恩、师长恩、国家恩、众生恩，其实这四重恩呃，四重恩呢，都是重重无尽的恩呢、啊。好，国家恩，哎，我们在过春节了，警察还在值班呢，啊，好多行业还在转呢。 不然我们吃啥？这这都是重重的恩德。你看，我们师长恩，师长对我们法身慧命的滋养啊。问题是师长背后又是重重的因缘啊、哦。没有师长的父母，他不可能有这样的家教啊。啊、哦，没有遇到韩馆长。 老人家不可能有这样的成就啊！哦，没有十五个人每个月出十块钱，老人家出家之后的这十年怎么过来啊？哦，没有师长的姑妈，他是大家族，老人家怎么可以体会传统文化的大家庭那么深呢？这是不是都是重重无尽啊？ 所以人的心可以体会到重重无尽的因缘背后的恩德，他不会懈怠了，他就光想着这些人，他就很有动力了。哦，所以我们每天回向啊，啊，你挂念的人你要回向，你感恩的人你要回向啊。 你每一次回向，每一次这个恩德，都想起来一遍，不容易忘记啊！所以菩提心修行的主帅啊，菩提心啊，就是感恩的心啊！啊，念本师恩，念父母恩，念师长恩，念师主恩。 念众生恩啊，众生呢、啊？你看像范仲淹，他们睡觉，晚上睡的。哎，今天假如没有尽心尽力为国家做事情，看到棉被都不好意思、啊，要、啊、不愧情英呢？ 看到棉被，看到影子，不会觉得不好意思好、哦、像陈德出家了，看到什么都都会很不好意思啊？为什么？你的眼镜是人家买给你的，你这个帽子也是人家织给你的，你穿的衣服，这一件是极乐寺送给我的。你每一次看到了，哎呦，施主一粒米，大如须弥山了、啊。 这头皮都发麻、啊是，是吧？施主恩呢？啊、哦，众生恩了，要这个念恩的心能保持住了，我们就会精进用功了。好。 哦，所以啊，跟同学们提到了啊，师长啊是校长啊，啊，他是当代很少见坚持讲经不动传的高僧啊，他学释迦牟尼佛啊，你显教的基础，你要学经教，跟他老人家学呀、啊，准没错。 所以昨天我跟大家提到一个观点是我自己的观察，你们做参考就好了。佛菩萨对每个人的加持是平等的，啊，只要你发心了，随时都在佛菩萨的加持跟照顾。你遇到的缘都有深意在里面，问题是我们要懂得去体会。 去观察，哦。啊，所以老人家讲的扎三根，那个都是基础，学密的基础啊、哦。因为老人家本身他学佛啊，第一个老师张家大师，哎，密宗四大活佛之一、啊。 哦，我们发给大家的资料、啊，是老人家谈，啊，这个在张家大师纪念日，啊，有序文两篇，啊，还有后面的一篇缅怀师恩，啊，师长啊，谈他跟随张家大师的因缘。 好，我们现在学的就是跟李炳南老师的姻缘。那在这一篇里面呢，啊，老人家将他的姻缘介绍完之外，把张家大师教给他最重要的这些佛法的道理、啊，也是和盘托出告诉我们。我们手上有这个资料吧。 啊、哦，我们看一下，最后啊，缅怀师恩呢、啊。啊、哦，其实每一个都很重要，啊、嗯，但是我们时间有限啊，啊，我们继续这样讲下去，可能有人会说，这个陈德华师每次上课都没有进度的，哦、<laughs> 好，好。 啊，哎，啊，当然，我现在不是找借口啊，好像我们智者大师啊，啊，讲《法华经》呢，好像讲那个“儒字就讲了几十天了。哎 <laughs>，好，哎，我们看到老人家提的几个重点。 啊，我刚刚为什么提到这一篇呢？因为在最后啊，啊有一个标题是“什么人有资格学密宗”，这个重要吧？密宗是大乘佛法里面最高层的一个阶段。注意哦，最高层哦，谁可以学？ 有基础的哦，不然会学出问题哦。黄念祖老居士那是真正的金刚上师哦，密宗的传承啊，诺那祖师的传承啊。但是他老人家也说哦,哦，这几十年来啊，修密成就的，好像说是。 六个人呢、啊？大家要知道哦，我们是在简洁哦。简洁的话呢，人每一百年减一岁哦，智慧、种种能力在下降哦。所以，我们古人，你看造一个桥啊，惠州桥啦，用了八百年了，还在用呢。 我们现在的那个高速公路啊，两年就开始要修了、啊。心生种种法生啊，古人那种做事的责任、做事的细致，那个在我们之上啊。所以，我们现在要在学密成就更难了。而且。 黄念老又说了：“你要学密，你得要有真正的善知识啊。你假如跟错人，那的麻烦啊。老人家说，还是净土宗比较稳当啊。他是禅、密、净，全部是成就的一代大德。他劝我们呢、啊。” 也是慈悲呀、啊！啊，黄老说的，不管你学哪一个法门，只要你不求生西方净土，你这一生要了生脱死，我说是不可能。而且这一句话前面，不好意思，我要再加一句啊，黄念老说，我斗胆的说啊。 哎，我当时看到“斗胆”两个字、啊，真的是眼泪都快流下来，太慈悲了。这些真话不讲出来，好多人绕了一大圈，绕一圈呢、啊，绕得回来还好啊，很多人绕不回来了。到了晚年，功夫不得力，毕竟几十年过去了。 修学的法门又不弃自己的机，很可惜，很可惜啊！啊，所以什么人有资格学密？张家大师说，要从戒律学起，要扎根呢、啊，要学戒啊！啊，因戒得定，因定开会啊，会开了之后。 才有资格学密呀、啊！啊，我们看到现在比较有系统的学密的团体，哎、欸，确实都是照这样的、啊，也不是照这样啊，要注意了，危险哦！啊，《菩提道次第广论》欸，哎，下下世道、中世道、上世道，都是要有基础的啊，而且那真正要传法，也不是随便传的、啊。 真正觉得这个弟子可以了才行哦，不然传了他去磨铭文力啊，对佛门的形象杀伤力大的不得了。佛法如是啊，世间这些传统的技能亦如是啊，都要传后世无患之人，不会造成。 负面祸祸患的人，你还可以传他，不然你传给他，他的能力一下在这个领域威望非常高，可是他一谋名文利啊，这个领域的形象就整个被他毁掉了，甚至是他的说法、想法，就把这一个领域给引导到一个偏的位置上去。 那这个老师要负责任了、哦，因为你是你把这个法传给他的，啊、哦，所以有一次承德在场，好、哦，啊，有人要把道场给一个出家人，老法师就跟他讲：，你想清楚哦，你给不对人，你要负因果责任的。 而且你要给一个人，你要看看他的基础够不够啊！啊，他本来还修的不错啊，你一个道场给他，他就毁掉都有可能的。所以老法师，当时候我们捡丰文居士啊，要把佛的教育基金会这道场给老人家。 大家记得这一段吧？老人家说：“你不要害我啊！”啊、哦，接着跟……哎，你看，老人家在应对事情，他是很理智的，他不会感情用事啊。这都是我们的学处啊！哦，人家送道场，哇，高兴的不得了了，很激动了，不冷静了。老人家说、啊：“你。” 你别害我啊！啊，好像说前两年所有的费用要你拿啊，好像简直是考虑了一下，答应了。哎，假如没有这个前提啊，那奖金的人就不能专注奖金了啊，他还得每个月要要,要付钱了、啊。哎，你两年都不用想这些事了。 可是两年弘法，很多人受用了，自然就来护持这个地方了。所以都是很冷静应对因缘的。我们不要当故事听啊，我们也是要用理智来应对每件事啊。啊，学佛，老人家说的，佛是觉啊。 在哪里觉？在面对每个人事清楚，面对境界清楚，这叫学佛啊。面对境界不清楚，会说错话，会做错事，进退分寸会不妥当，是非疑勿轻诺，苟轻诺。 进退错啊！啊，承德有好几个灶门呢、啊，其中一个就是呢，不会拒绝别人、啊，这个就搞得很累啊，<laughs> 最后谁也没得利益啊，净干、啊、打肿脸充胖子啊，最后以我生病收场，是吧？<laughs> <laughs> 你看这个，嗯。 这这太太不妥当了哈！哦、什么都要度德量力，审视这个形式啊，成不成熟？一切都是因缘法，缘是条件呢、啊，成不成熟？要顺势而为。哇，好多人好心办坏事啊，就是不懂得顺势而为。 不懂得人家当地的情况啊？为什么孔子要说入境问俗？很有道理啊！你不能你所说所做的违背人家那里的风俗，一下子就造成波动了、啊。你看，连佛陀觉悟的圣人，在印度，人家都融进去了、啊。 印度的神都变成护法啦、啊，都没有对立的、啊，这都是佛法教我们的。不能激动啊！承德有一次啊，在民族大学讲课啊，讲传统文化。 好不容易在大学也可以跟大学生交流啊，哎，我们有同修很激动啊，开始在门口发佛珠啊，发书籍了，害我站上,上台去被请下来了。今天不用讲了，那、嗯、那不是好心办坏事吗？哦，人人家的规定是宗教的东西。 在宗教场所弘扬嘛，这是人家的规定嘛。那我到大学去，你在那里发这个啊，这个说起来就多了，就举一个例子就好了。啊，度德量力省事啊，择人。哇，你什么条件都有了，你把人用错了，黄了。 人存正举啊，人亡正息啊，故为政在人啊。啊，取人以身呢、啊？取人还要看他修行的功夫啊。哦、修行不够，你用了他，他一办事就是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了。那本来佛门是清净地啊，搞到之后就变是非地了。 啊，哦、所以我们学佛啊，佛是觉啊，什么时候在学佛啊？随时随地呀！啊，老人家特别慈悲啊，给我们开解，修行是什么？修正行为，修正错误的想法、看法、说法、做。法。 啊，今天啊，同学给我打早餐来，我们在吃早餐呢。啊，哎，碗里面很多食物啊。我说先吃这个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会凉了，凉了吃伤胃了。其他那个牛角包呢，不怕凉。好、哦，这吃东西呀、啊。 还是要用觉性吃啊，不能一看啊，我最喜欢牛角包了啊，就吃牛角包了啊，这个就是被境界转了啊，被被好恶的心转了，对境界就不清楚了。哎哎，我人就是在境界里面修行的啊，我比方说举个例子。 哎，有时候啊，可能两三年没有见到的同仁了、啊，啊，因为毕竟在各地不同因缘、啊，都有革命感情啊，哎，他刚好带一个朋友一起来，见到的时候，你不能太激动啊，啊，你太激动了呢，啊，你一见到他们呢，就一直跟你这个。 啊，老同人讲话就把人家晾在一边了。对呀、啊，所以随时都在立世列精啊，不能激动不能激动哎，跟老朋友打好招呼，哎，这一位是啊、哦，哎，人家也是初次跟我们见面了，啊、哦，哎，也要很热情的跟人家聊。 尤其啊，我们说忠恕之道啊，严以律己，宽以待人。我们对人要严以律己啊，不要有第一印象。可是宽以待人呢，别人会落第一印象是正常的。这个法不能用错啊、哦，你不能说第一印象正常啊，那叫宽以待己。 哦，你要说啊，别人第一印象正常，这叫素。自己呢，要练不落印象、哦。那我们跟人相处，一定要时时提起这个术道啊。啊、哦，所以子贡善问呢，啊，问孔子：“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？”啊，情法了、啊。 那这孔子这一句教诲就出来了，啊啊，其恕乎啊！啊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、啊。所以我们在境界当中，啊，把我的感受一放下，就很容易去感觉到别人的心。 哎，面对境界就不会啊，这句话伤了这个人，那句话得罪了那个人，就不会这样了。好、哦，那像黄念老，他面对境界、啊，面对弘法立身，他也很清楚啊，他应激呀、啊。 他观察众生的根性啊，又很谦卑的讲啊，我斗胆的说啊，牵挂六爻皆吉呀，哦，所以这个牵对我们太重要了啊，所以了凡四训把牵呢、啊，在四训里面摆在最后啊，属于流通分了、啊。 我们的命运福报能不能保持啊？跟钱有关的、啊。所以，我们现在面对孩子，他在想什么，我们也得清楚啊。他所面面对的家庭背景、社会环境，我们也得清楚啊。这都是学佛、啊。 啊，面对境界清楚啊，所以老法师这一句法语在哪？每一个当下的啊，所以我早上我跟这个同学讲要先吃这个啊，哎，后来啊过了一个多小时啊，我拿起一个杯子要喝水，一看没洗干净。 我说洗杯子也是学佛啊，你面对境界清楚啊，你你洗的时候你要全部把它周围要摸一遍，看看有没有洗洗的彻底啊。洗杯子洗不彻底、啊，心浮,浮气躁，那原因就找出来了。会修的人从一件事。 全修在性，哎，他可以从洗杯子呢练，不要浮躁，而这个不浮躁练出来了，用在哪？啊，不止用在洗杯子了、哦。全性又起修了，这个不浮躁一起作用，学习的时候不浮躁，走路的时候不浮躁。 跟学生讲话的时候不浮躁，学佛不是学知识啊，那会学死啦、啊，那会学执着了、啊，所知障一大堆啊。学佛啊，要像言子一样，闻一以知十啊，举一反三呢、啊。啊，一，一就是真心的、啊，一就是不。 不浮躁的心呢、啊？一切那个十不是不是数字啊，就是一切呀、啊，一切时不要浮躁，一切时用真诚，这个一起作用了、啊。所以我们能够。 啊，从黄老，从师长这些善知识，他们他们讲的每句话的用心，我们都体会到，那受用就大了。啊，神教古人，神教善知识啊，啊，所以换句话说。 定会没有相当的基础，实在沾不得啊！所以密宗是佛法的研究所啊，所以这个小学、初中、高中啊，也得念哦。跳级也没有从小学直接跳研究所的了哈，跳级最多也是跳个两三年吧。 啊，陈、呃、德觉得当老师很幸运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佛法是师道，那我们自己本身就在学校教书，我们要去体会佛法，就很亲切。哎，释迦牟尼佛是老师啊，我自己也在教书啊。 那，这个老师啊，都希望学生呢，快快提升，啊，赶快超过自己，啊，两种人不会嫉妒我们的成就，啊，一个是父母，一个是老师啊，啊，还有第三种，有修养的人，啊有成人之美的心境的。 懂得随喜功德的哦，不然呢？假如这个嫉妒的心还没去掉，难免心里酸酸的，也是正常的了。所以老师，尤其我们遇到这个老师，他已经是修学的过来人，那是我们的福报。所以他。 他要求的每一条都有深意，这个要靠学生去体会了。那老法师很有善根的，他还没体会呢，他就先相信，然后自己真的照做，哇，受用很大了。哦，我们看到，所有老师的规矩好在哪？ 好在我什么不能看，不能听，大概三个月，心就清净了，烦恼少了，智慧增长。好，我我们现在学到这一句了。哎，我烦恼少了没有？假如没有，因为我还没熟。 有因有果啊，这个是真理呀、啊！没有说只有老和尚才会清得清净心啊，那个叫偶然啊。真理是放出四海皆准，谁守，谁得利，谁能感觉到清净了、啊？哎，烦恼真的少了，智慧长了，会有喜悦呀、啊！ 哎，我的情绪化没有做主了。哎呀，我跟孩子、跟学生讲话有灵感了、啊，因为心一清净，佛菩萨祖先加持通了，很有灵感了、啊。啊，就是就像我们跟大众分享课程啊，假如上台前那个得失心很重，哎呀，我今天会不会讲不好？铁定讲不好。 有心插花花不发，无心插柳柳成荫。因为太刻意了，那得失心就在那里损害自己的能量。啊，尤其现在人很会紧张的，啊，所以比方说我要请一个同学分享啊，我都不会前一天通知他。 我都一个小时以前通知他、哦，大家知道什么道理吧？我前一天通知他，说不定他睡觉都受影响啦。啊，<laughs> 前一个小时，他还有一个小时吧？那讲十五分钟的话，他呢想那么多烦恼干什么？哎，所以道在平常中啊。 夏老师说的：“道在平常中啊，习君不晓此啊，太可惜了啊啊！您不了解这个真相啊啊！我们面对一切人事物都是平常心的，心就很安定了，不会患得患失啊。” 师长讲了，到半年的时候，效果非常显著，才晓得这个方法好。啊，到了第三年，我跟老师讲，我很得受用啊，啊，我跟老师约定啊，我再遵守五年。我们念到这里啊，你们有没有脑子有一个影像？ 我就会浮起一个影像，浮起啊，师长在对雪公讲：“导师啊，我很得受用，我再守五年。”雪宫当下的心情怎么样？哇，那不知道有多高兴了、啊，啊，孺子可教也、啊。<laughs> 哦，所以我是啊，十年遵守老师立下的规矩。好，那我们针对这三个条件来看呢，佛法是心法，他每一句法，每一个规定，都是护我们的心念。所以第一个。 只能听一个老师讲，不然怕我们听脱了，首先是杂了，或者是、啊、产生自己的混乱了。所以戒律啊，不是说要来限制我们，这个就理解错了。戒律是性德啊，它是保护我们恢复性德的规矩，也是这样啊，它是护我们的。 真心的，护我们的道业的。哎，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人，这个要先给他讲。为什么现在人很不喜欢人家管呢、啊？首先，不要让他提起你，你要要求我了，你要管我了。好、哦，不要不要让他提起这种心念哦。现在都要善巧方便了。 这个老法师已经给我们打预防针了，哦。师长说的，李炳南老师告诉他，雪宫那个时代是跪着把佛法接过来的。那雪宫跟师长讲，到你呀要跪着把佛法送出去呀、啊。 这都是在给我们心理建设。好，那师长那个年代要跪着把佛法送出去，那我们呢？我们要趴着啊！诸位同修啊，你们趴过了吗？还没有的话呢，那我们没有很愿意把佛法送出去的啊。 不愿意接受，哼，算了。哎，一谈体就，其实啊，爱人真的是爱己呀、啊，自他不恶啊。啊，你在真正把佛法介绍给别人的过程，看到自己啊。 耐心不够啊！看到自己呀、啊，慈悲心不够啊！看到自己内心很多的烦恼啊，就是对方帮助我们的、啊，他在提醒啊，我们还没有真心呢、啊，提起来啊，不然。 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呀、啊！好，啊，这第一条。哎，第二条，啊，为什么所看的书都要同意呢？ 因为你看的东西太杂了，你的正知正见呢、啊、建立不起来。好、哦，有时候陈德想一想哦，我真的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！哎，小时候中文不好啊，所以不喜欢看书啊。我有一个同学啊，他说他小时候啊。 父母工作没在家，他在一堆书堆里面啊，他每天看不完的书啊，很喜欢看书啊。我一位同学，可是当他认识我啊，那那时候我已经二十六岁了，他认识我的时候啊，跟我一交谈，他探讨很多问题啊。 我我一般都给他解答了。最后有一天呢，他很激动的对我讲：“啊、哦，他喊着我的名字、啊，我的脑袋可不可以跟你的脑袋换一下？”就是他想半天的问题想不通，问我我都可以给他解答。他从小是在书堆里上来的，我从小是不爱念书的，啊，故事书啊。 买没几本了、啊，啊，我记得有买几本、啊，有一本叫《八仙过海》，我印象很深、啊，因为我买的书太少。了。<laughs> 哦，所以看得出来跟道家有一点渊源。<laughs> 哦，所以我就看到一个同学，他的痛苦就是他看过那么多书，他真正遇到事情，他不知道怎么去思维。 因为他的知见没有建立起来，哎，我们就听一个老师听了三年五年了，哎，一遇到事情就想到师傅教什么了，哦，所以承德到了海口去了，也遇到很多人问很多问题呀、啊，哎，问问题不能备课的、啊，怎么备啊？你怎么知道人家今天会问你什么问题啊？ 啊，问什么问题的都有啊。但是因为你都是听一个老师的教诲，而且呢，名师授戒啊，他老人家是过来人，他跟你讲都是纲领，抓住了原理、原则，一再重复提醒你。所以只要我们是熏习不间断的、啊，真正遇到事的时候，他很自然会起来啊。 所以这个是真正我们假如有手啊，就得利了啊、哦。那陈德没有这个善根了、啊，我是 lucky 幸运啊，因为我一学佛就遇到老和尚，就听他讲的啊，也没有很多人送其他的人给我 <laughs> 啊，我比较 lucky 一点啊，就一直听听听啊，听了五年左右，哎，就到海口去了啊，就体会到啊。 哎，听一个老师的好处，玉镜逢源，他老人家的教诲就现前了。啊，第三呢也很重要，你过去所学的，一概不承认，从头学习。其实啊，跟善知识学习最重要的，用真心学。 真心一法不立呀！假如我们在跟善知识学，我以前有学过什么，这心里有东西啦，能真心吗？所以只有归零的人，才能学到东西呀、啊。 所以这个规定太妙了，用意太深远了。所以一般教东西呀、啊，啊，比方说，啊，学学钢琴，啊，学过没有啊？还没，啊、哦，五百，啊，学过没有啊？我学过两年，一千。<laughs> 为什么学过的更难教了？<laughs> 他等下前面的要调啊调啊调啊！啊，所以老和尚也说啊，为什么三个老师都一对一教我？我是白纸啊！哎，大家听到这一段，白纸我不是啊，<laughs> 麻烦了。这佛法是世事无碍的。 都是自己的念头在障碍自己。你真的很放下了第三条，做了不就是白纸了吗、哦？当然，这个、过程会往上冒很多想法，怕怕。啪 <laughs> 哦哦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。啊、哦，慢慢就生处熟，熟处生了。啊、哦，慢慢很熟悉，就是一想就是按照经教思维。 依照一按照师长的教诲思维，一开始还是会有点勉强，都很正常。时而勉强啊，终则泰然啊，会做的很自然。所以这个方法是从哪里来的？我也没有问，老师也没有告诉我。 啊，一直到他老人家过世了，啊，我在新加坡遇到演培法师，啊，听说他小时候出家，地贤法师也是用这个方法，我才恍然大悟啊，这不是李老师的专利方法，是中国老祖先，啊，老祖宗祖祖相传的老办法。 看到这个学生可以造就，可以栽培，就用这个戒律来限制他。啊，至于不能成就，啊，造就不能栽培的，不用这个条件。好，所以善知识也是都关机呀、啊。过来人啊。 真的是素而不作，性而好古啊！佛佛道同啊！我们看弘一大师一代高僧，他培养身材呀、啊，也都是用老办法。好、哦哦，那老师为什么会对师长这样要要求？因为老师判断得了。 他能守啊，啊，别人不一定能守啊，啊，才明白、啊，这就是师承。啊，能传法的条件，啊，其实这些话我们都要随文入观啊，尊师重道啊是基本条件，第一条，所以我们自己要提起来。 再来要把这个态度种在我们的孩子、学生心里。第二，清白啊、哦，没有被污染。哦、我们肯放下了，也都可以恢复啊，清白啊、哦。第三，还要肯学，好学。 一定要精进、主动、勇猛。师傅领进门，修行还得靠我们个人。啊，具备这几个条件，老师会特别照顾你。哎、欸，这个“特别”两个字啊、哦，大家不要说分别心啊、哦，要在不分别当中。 啊，不要在不平等当中看到平等。啊、哎，善知识，它是应激，三分言讲三分话，七分言讲七分话。不会观察的人，不止学不到东西，还说老师偏心，那那那不是冤大头。 所以不能观察错啊，不能误会老师啊。啊，真的好像跟大家谈过，我真的有遇到一个妈妈，把我叫到没人的地方，老和尚有没有多教你什么？这个都是对老师不够信任呢。啊，啊他一生的行仪啊。 就是给你做榜样、做模范啊！我们感谢我们台中联社、啊、这么多雪宫的弟子，回忆老师啊，编成的雪宫诗训呢、啊。哎，今天哎，我们下礼拜还有一节课啊、哦，对吗？哦，然后我们就两个多礼拜见不到了啊，因为要过年了。 哦，好，啊，这个道德无假期啊、哦，大家放假可不要把心给放放飞了啊、哦！<laughs> 啊，学问之道无他，求其放心而已啊、哦！<laughs> 啊，我们放假的时候更是可以啊，啊多学习的时候啊，这个《学公思绪呢，最好能够看一遍，太精彩了。 雪公是怎么给他的学生做榜样的？哦，包含刚刚跟大家提到的老人家回忆张家大师，那就是老师给他的榜样。啊，我们能十分恭敬的来学，那就好像雪公跟张家大师亲自来教自己了。那得太大的受用了。 啊，而师长一生的行谊啊，就是我们的榜样啊！我们感谢背后这个用心良苦的同修啊，哎，编了九十年谱啊，这是啊，这个红林法师他们的团队做的啊，后面还有这个老和尚的身教。 啊、哦，还编成啊一百一十三件事，啊《弟子规》，啊每一句、哎、老人家怎么做的，都给我们整好了。你看我们福报大不大、啊？都不用整理呀、啊。哦，我们好好珍惜呀、啊，跟师长的这个师生缘啊。我们这一生呢，啊一起啊跟他老人家回老家哈，啊、哦、而且还要多带一些人哦。 好啊，今天跟大家交流到这里，啊，谢谢大家。